你害怕那个石硕、南明他们欺负你吗？把他担心坏了都。你是不是吃饱闲着没事儿干？你跟我妹说这干嘛？我不是 PTT 吗？太太，谁是你太太？说清楚。哎，别动手动脚的。走，就是咱俩是不是一家人？不是一家人，不是一家门啊！哎，咱俩现在都住在一间房子里了，大哥。住一块就一家人了。 那我妹呢？大哥，今天请我你们早餐，然后再来一点那个小心。加油！快点！加油啊！来，加油！继续。